愿生我国，即回向之故地，也就是回向的目标。愿我一切众生往生极乐国也。这个心量大啊，我们常常要有这种心量啊，不但自己往生极乐世界，希望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都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圆满成佛啊，要有这样的胸襟啊，度量。如观无量寿佛经说，具足身念，称南无阿弥陀佛。前注云，前注就是观无量寿佛经的注解啊。丁福宝居士做的啊，他说十遍成名也啊，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，这一句佛号念十遍啊，这叫十念啊。往昔这是日本净宗的祖师，他们对无量寿经有深刻的研究，其成就不在中国祖师之下啊，很值得做参考。他说经深念经，专称佛名为深念也，此言念者为称南无阿弥陀佛，经此六字前名一念，就这六个字啊，一遍是一念，深念就是十遍，以上经论意思相同。乃至深念是指称名啊，称佛名号啊，下至仅得十年者啊，仅得是什么呢？人在临命终时，一生没念过佛啊，命终之前呢，只念了十句，这就叫仅得十年，这是最少的。啊，甚至于还有一念，十念念不到了，一念，一念怎么样也能往生，这法门不可思议啊，真的是难行之法了啊。那我们要追根究底，为什么临命终时一念十念能往生，什么个道理啊？不能不知道，不知道啊，你有怀疑，你的信心有问题，就不能往生啊。这一念具足真心真愿，一句佛号能往生啊。原因是你本来是佛，道理在此地啊。信愿持名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他帮助你，你要不是本来是佛，他就帮不上忙啊。那谁知道本来是佛呢？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是佛，我也是佛，他也是佛，本来都是佛了。
跟中国古圣先贤所谓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啊，尧舜是圣人啊，这个意思就是人人本来都是圣人啊。你看念三字经上都说人之初性本善，那个本善就是本来是善，不是学来的，是天生的，本来就是善，本来就是佛，本来就是圣贤，这个要承认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